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独立特派员，我是陈廷宇。新政府非核家园的政策喊出了绿色能源2025年要达到20%。之前我们为您报道过，高雄市政府以修法通过绿建筑自治条例的方式，让违建的铁皮屋架设太阳能板后变合法，达成双赢。而目前在中南部，一座一座的太阳能板也正在改变农业的地景。现在农业最夯的产业是光电农棚，也就是在太阳能板下来种植作物果树，同时还有光电畜牧业也在大力的发展。多管齐下推广绿能，经济部能源局宣示太阳光电每年要增加500万瓦，预计6年就可以种出一座核电厂。但是绿色能源占总发电量的比例目前勉强达到10%，如何在9年后的2025年达到20%，仍然是一个严峻的考验。屏东县日照充足，一年平均有效日照达330天，每日平均有效日照达4小时以上。老天赐下阳光，几任县长都积极推动阳光产业，倡导节能，同时创造财富。比一般外面夏天来讲，夏天的香蕉本来就比较时效，因为比较热，到了生长不见得是最好。但是我们在这里完全不受影响，香蕉长得还是蛮多、蛮漂亮的，这是我们很自豪的地方。这次台风，你看完全不影响，你没看。屏东县南州乡这座农场俨然就是一座科技农棚，它是个小型发电厂，一个月发电 1.6MW， 2400万度，发电收入一年有1000多万元。它也是一座农场，生产无毒农业，叶菜类、草莓、香蕉什么都能种。农场的老板陈贵光最早做光电起家，现在也是农业专家。他说，种菜只要50%的光，瓜果要60%到70%的光。要种什么，设计上就要先考虑光。棚架高度要7米多，光的分布最均匀。还运用了日射计，掌握作物最佳光线。一个是有太阳能板底下，一个是没有太阳能板底下有直接光进来的。那两个的平均的那个，平均起来一整天下来，差不多90%几都一样的，表示有太阳板底下不太阳板底下的都没有影响，这是我们很自豪的。日射的参数直接汇入电脑，再用远端监控，不断调整日照，让作物达到最佳生长状态。绿能畜牧也是重点项目。林洛乡这个养猪场养殖26000头猪，老板苏鹏是兽医师出身，他除了是专业养猪户，并且研发以猪粪作为沼气发电。咱这公路吼，咱远远抽一段落的时候，咱一定要有迄个会当放水迄个设施，就咱这安尼开吼一段时间，咱一定爱放。啊，假使讲若无放，就安尼也 OK 啦，伊水家己甜，家己会流出来，无用嘛不要紧。但是我们一定要有这种设施。连日高温，沼气袋一个个膨胀，产生大量沼气。咱伫这个密闭式的啊，吼有迄厌氧菌产生这个沼气，啊沼气经过脱硫。厌氧经过脱硫，脱硫了，迄个阁有差不多60% 的甲烷，甲烷咱入去发电机，伊嘛是算类似内燃机种方式，用安尼的发电。我们现在的沼气量一天差不多可以发3500度，到4000度的电。那如果以供应养猪场来说，单养猪场这方面差不多可以供应7成到8成的用电量。除了沼气，猪舍上方还有太阳能板，可发电，也可抗热抗寒。你咱这个密闭式所以有两个屋顶所以也通风足好所以也当应付进
尤其是咱的手电个做太阳能板，哦，拢会当加减啊降温，会当应应即马吼气候极端的气候，哦，啊伫因为设施的环境，啊咱底下底来对咧成长啊较好，比较不受外面哦天气的干扰。太阳光电板改变了农业地景。屏东县政府积极辅导鸡舍、猪舍、水禽装设太阳能板自行供电，目标是一年50MW。八八风灾时，林边溃堤，重创林边石斑鱼产业。石斑鱼产销班副班长洪瑞坤有1.4公顷鱼温，养了10000多尾鱼。比较自由哈。个肥，肥满肚都是要没有寄生虫。白天有藻类光合作用产生氧气，只需要一台水车，但是到了晚上，没有光合作用，就要2到3台水车一起供氧。他装了4台节能水车，可节省20%的电量。增加氧气的纳米吐气管，也可将用电量降低20%。因为咧拍诶，迄个溶氧较短，啊，伊气泡较油，啊，伊存在水中的时间比较长，它大约可以节省差不多20%左右的电费。纳米曝气管它最主要在这种极端气候下，它可以达到节能增氧以外对流，上下咱的对流。所以咱底下的上袂有分层，伫咱养殖诶方面有帮助。而且它蛮省电的，你面积越大，它的效率越好，越省电。台湾平均每年有1200个小时的日照，南部县市更有得天独厚的日照条件，但是走在前头的民众及产业仍然少之又少。一般民众认为发电是一个高门槛的技术，相较于国外，欧洲有1000家公民电厂，德国有50%的再生能源，发展绿能，公民的共识也是关键。我们就希望是未来能够有让更多的公民参与发电、售电这样子的模式。那这样子一方面就可以分散，一方面可以让大家有多了一种这种所谓的这种中小型的，好的，就是因为当你自己在发电的时候，当你爱上了发电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要去节电，好，你也了解说这个能源会对我们来说，好，就是有什么样子的影响。公民发电的想法落实在台南新市的永兴社区。原来是一坪6万元的劳工住宅，现在因着发电收入，19年的中古社区还有不错的房价。电梯维修、灯管汰换，就靠发电的收入来支付。请厂商租约，然后他所有的发电量的7%回馈给社区，然后市政府也是补助，有补助1kW，他是补助20000块。最高上限是补助99万，依台南的日照率它是3.6，所以平均下来一个月差不多可以到4000多块的发电量的回馈金，它厂商是给我们是7%的回馈金，所以差不多是4000多块，一年差不多50000块，所以我们跟他签约20年，20年大概是100万。发电的原理其实很简单。太阳能光电，它的模组发电之后，由光发电之后，然后转下来。那因为光发电之后，它是以给直流电的方式进来，然后直流之后才必须变成交流电，然后才有办法汇入台电的系统里面。发电卖电技术不难，但发展光电目前最大困难在于台电馈线不足。馈线不足，电力无法汇入，还有从申请到挂表要6-7个月。手续繁复，让民众却步。新政府发展绿能，请全力在太阳能电板装置。今年目标是总装置容量要达66.85万瓦，
年发电量要达8亿1076万度。小英政府当时在执政之前，他其实就喊出了再生能源的目标，2025年要达到20%。以这样的目标来说，我们是觉得台湾的再生能源是没有不可能的，而是它需要的是多元的、组合型的，而且去盘点各个地方，哈，就是不管是中央政府或者各个地方政府，要依据它各自有的一些特有的好的这个自然资源，然后当然是很重要的，就是不管是中央或者地方政府都要一起来合作，好，针对一个很明确的这个政策，找出方法，凝聚社会的共识，加入公民的参与，让这些再生能源就会变成可能。目前煤炭、石油、天然气使用比例加起来接近80%，核能是10%，所有再生能源包括陆域风力、离岸风力、水力、太阳光电、地热能、沼气发电、废弃物、海洋能、燃料电池占发电量比例，2010年是8.1%，2015年达9.9%，2020年目标是10.6%，2025年是14.8%，2030年目标是16.1%，距离非核家园目标甚远。我们要努力的目标是哪里？还有接近90%的这个部分从哪里来？那你很显然你可以看到说，我们现在的太阳光电跟风力的部分连1%都不到的时候，那还有98%、99% 要去努力的话，那个距离有多远？假如我们真的是要面对我们的困难，我们不要核能，这个很清楚。假如我们以后也不要二氧化碳的排放，你知道我们面对的挑战有多严峻？因为在把核能跟化石能源、煤炭、石油、天然气这两个扣掉的时候，我们所剩下的那一个切口，大切口，那个切口不是只有像核能的10%而已。我们如果加上煤炭、石油、天然气下去的话，那非常大的那个数据需要去补，那是90%+啊。哦，那你怎么样去补？那个就必须要有更长远的思考。学界积极发展发电效能高于太阳能光电板的绿能。台湾海峡是世界级的风场，离岸风力的效能比太阳能板高。能源局定出目标，2030年离岸风力必须发电4000兆瓦。过去风机架在岸边，离岸风力发电把风机移到海上，海上无遮蔽物，风能比陆地上高出2-3成，是发电的明日之星。台湾是在海，所以未来的能源在哪里？就在海。只不过我们很少人会想要去谈这一块，而且畏惧谈这一块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没有海事能力，我们从来过去，从过去到现在，从来没有把海洋这件事情当作是政府应该要努力的目标。没有这个能力，我们就不敢讲我们有多少。研究船海盐一号可以在海上测出200公尺以内的风速、风向、温度、湿度与大气压力等气象资料，并提供海水温度与即时海况。海气象观测塔可提供海上监测资料。台湾自制的观测塔从高雄二港口出海，一天一夜的拖航到达安装观测塔位置，定位完成，进行顶升，调装混凝土及石块，固定观测塔。我们不能够永远是在很短视的，在短期里面要达到什么，短期里面要达到什么。其实这个永远是我们会在好像是在每一次在跑短跑一样冲刺一下，然后接下来你就会发现累了。那其实在整个能源的发展里面，我们要的是什么？要的是马拉松的赛跑。绿能要能发展，不能单走一条路。台湾的能源革命已经开始，需要更多人的参与，凝聚共识，更多管道的开发，提高产能，在先天贫乏的资源中抓住后天创造的机会。